炼狱与毒品的对战，放开，一触即发。我们是 CMB， 我怀疑永康在服用呢。什么？当深受其害者，跟我回去，就在速毒人员的身边。怕丢脸了，怕人家知道你堂堂一个 CMB officer 有个吸毒的孩子。亲人、朋友，我答应你，绝不会再丢下你。拥抱你，还是推开你？哥，求你不要再引诱我了。面对重重的考验，错了一次还不够，还要继续错下去。面对最亲的人，相信哥，我会永远站在你这边。他们该如何做出选择？速战速决，11月2号起，每逢星期二晚上8:30，八频道迫不及待想看速战速决。从11月2号起，你可以在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全套剧集。